让不少玩家沉迷的 roguelite 射击游戏枪火重生，也移植到了手机平台，游戏将进入不同领域中展开刺激的死亡轮回。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，玩家要使用各式各样的远程武器，像是十字弓、雷击手套或是重型机枪，这些武器都有着不同的作战风格，还会随机搭配词缀升级武器的性能。在冒险时，玩家还能够借由秘诀以及精诀来替角色获得全新的被动技能，就算不幸阵亡，还能够使用沿途搜集的精魄来永久提升角色的属性。但如果还是打不赢，放心，你还能够快速找队友一起通关，这样就算阵亡，也有人可以拉你一把。手机版还新增了自动射击的功能，让射击苦手的玩家也能够轻松享受爆头时那独特的叮当声响。喜欢射击游戏的玩家就赶快重来重生吧。